当当，传神模型原创系列《圣斗士星矢天界篇》堕天使斗马它来了，效果究竟如何呢？接下来先上360度展示，再上拼装过程。欢迎大家来到芥末的桌面，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就是传神模型原创系列的《圣斗士星矢天界篇》序章当中的天斗士堕天使斗马，也就是魔灵的弟弟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素体啊，把秋衣连接到了一起啊，在涂装上就体现出了黄色的秋衣。然后我们进行组装，膝盖、小腿、金属脚的组装还是比较顺畅的，也没有用胶。然后呢，进行手部的组装，小臂、手型的组装也是比较顺畅啊。接下来呢，我要有一点错误啊，就是其实应该先将小裙子穿上，而且小裙子我感觉做的稍微的有一点长。芥末后期在展示的时候啊，把松紧带已经剪下来了。然后尽量把这个小裙子改得短一点，相对来说是比较符合男性圣斗士的一个感觉的。 OK， 那裙子穿上之后，我们再组装腹甲，然后是裙甲。裙甲在组装的时候要注意压裙子的一个力度啊，不要两边不齐，这样有可能安装不上哦。好的，然后我们继续进行组装，接下来是胸甲的组装。组装完成之后还有一个后背甲，把它扣上之后呢，身体部分基本上就组装完成了。我们先把左边肩膀的一个小的圆的肩膀组装上，肩甲组装上，再把这个金属的翅膀的这个肩甲组装上，然后就是头部的组装了。后发、头部连接件还有面雕，然后呢是这个前面中间层的刘海，以及我们的面罩，还有最前面的刘海组装上。这个头发感觉稍微的有点稀疏了，如果能做再茂密一点可能会更好一些啊。最后呢将头部组装上，就组装完成了。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给芥末一个一键三连哦，拜拜。